有朋友曾经留言问及，佢话佢拜观音菩萨，咁系唔系算系一个佛弟子呢？咁而家呢就解答佢嘅问题啦。嗱，我哋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里边呢就有记载嘅，系话观世音菩萨喺过去无量劫中呢已经成佛。他的名是正法明如来，他是以大悲的愿力欲发一切菩萨广度众生，而显示菩萨的形。观世音菩萨呢本觉妙心，上与十方如来同一慈力，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意思呢即是说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再来的，是三世诸佛无量慈悲心的体现。我们虔诚供奉顶礼供养和绕拜观世音菩萨当然是好，但是并不能说你是一位具足三宝皈依的佛教徒，因为正式的佛教徒是必须皈依三宝的。三宝即是佛宝、法宝和僧宝，那我们才能够成为三宝的弟子。那三宝弟子是什么呢？那我们讲一下大家了解清楚，不是说拜下观音菩萨拜下某尊佛就是三宝弟子的。根据这个佛教里面的义理，佛是佛法的源头，法呢是佛教的基本，僧呢是佛教的重心，三者缺一不可的。三者和合呢才能够成为全体的佛教。但是你只是皈依一或者二，自称一宝二宝居士，但是都不是佛弟子，都不是正信佛教徒来的。在佛教里面呢，信徒是以佛法僧这三宝为归信和归敬的对象。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呢，他最初度化在家的信众就是受这个三归了。什么叫三归呢？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我们具体称为归依三宝的。佛是什么呢？佛是大觉者，他是自觉觉他，而智慧福德是究竟圆满的人来的。而法呢就是佛所讲成佛的方法了，同埋为什么我们要成佛的道理。至于僧呢就是学佛求法，帮助弘佛的教化，广度众生的出家人来的。如果你只是信佛，你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僧侣，那是盲目的崇拜，好像民间的鬼神信仰一样的。如果你只是探求法而不信佛又不信僧，那你是相当于一般的学者，看看这些书籍，学一些道理去学你的学问的，同自己的信仰无关的。如果你只是皈依僧，即是民间里面流行的，我们认他为干爹干娘，或者是拜俗语的龙头大哥等等，只有你具足三宝的时候呢，才能够学佛、修法和竞争的。那很多在佛道的朋友会拜观音菩萨，在道教的朋友亦有拜观音菩萨的。那这位网友他就问，那我拜观音菩萨，那我是不是信佛呢？这个呢是要视乎你自己的决定，你是在佛道啊，又或是在这个的道教方面修为了。如果你是说我拜观音菩萨，但我跟道教有缘的，那你并不是一位佛弟子。而如果你是拜观音菩萨，有心是向佛道，但你未皈依三宝的呢，你都未是一位正信佛教徒，
都唔系佛弟子嚟嘅，你只不过系一宝嘅居士或者系二宝嘅居士嘅啫。所以好多朋友屋企里边咧，佢会有装祖先啊，有地主啊，亦有供奉观世音菩萨咧，佢以为佢自己系拜紧佛，佢系佛弟子，咁呢个咧唔系正确嘅。希望大家有个更加明确嘅了解啦。